那我先走了，嗯，拜拜。拜拜。无敌。可以加包子铺的包子吗？啊，你还记得啊？好贴心哦，谢谢。客气。虽然说考完试有几天假期，但是模拟机刚上手，不容易掌握，还是要预习一下。知道啦。行，那你吃吧，我去上班了。嗯，拜拜。哎，一路顺风。 嘿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是的。不是刚下去吗？早餐。哟，爱心早餐呐。嗯。那还跑步吗？不跑了。那还搬家吗？
搬啊！哎呀，不说我都忘记了，收拾一点。快点哦！来吧，来吧。哇，这房子不错呀。听说是我妈找她公司的同事帮她找的，之前还看了十几间呢。你妈妈一向要求高，应该的。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她，她是高处不算高，没有最高，只有更高。哎，你说你爸妈在澳门住得好好的，怎么想着回来租房子了？不会是要看管你吧？没有啊，我听我妈说啊，她老板有一个投资项目在这里，所以她要回来住一阵子。那我爸当然就是夫唱妇随啦。真羡慕你妈啊，事业有成，你爸也对她那么好。我想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本人了。哈，刚好我又不照她的计划去考飞行员，所以啊，我非得要做出一番成绩，让她对我认可不可。我就弄不懂，你说做飞行员多好呀，又体面又能挣钱，我想做还做不了呢。你说你妈为什么就弄不明白，她为什么就不同意呢？我妈就是认定飞行员又危险又辛苦，说到底吧，她就是在生气我没有按照她规划的路线走，控制狂。幸好有你爸还支持你。不不不不不，不止我爸，还有救我于苦难的好姐妹微微你呀、啊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来，姐姐播一个。别别别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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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要进去消磨，只是她救了你。有点不对啊，嗯，脸红干嘛？没有啊，你不会是跟他亲过了吧？没有啊，可能啊，我很保守的。不用骗我啊！哎呀，竟然是肖木哎，他说他明天临时调整，要4点多回程，6点多回来。啊，不会跟我妈同一班吧？你妈不是在澳门吗？我妈去上海了，有个创投会在那边开。那不挺好的，有萧默值班，你就放心啦。我有不好的预感哎，他们两个不会碰上吧？你能不能不要瞎操心了？还收不收拾了？我不收拾，我打算让你来收拾的嘛。快点，不然我叫你来干嘛？哎呦妈呀！你好，你好，欢迎登机。你好，一会儿把财经报纸和金融杂志全部给我送过来。好的。你好，这边请。Hello。哎。哎呀。女士您好，这是您需要的报纸和杂志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哟，这杂志都给你了，别人看什么呀？别人？这里还有像我这样的专业人士吗？专业的东西就应该给专业人士看。有问题吗？哎，没问题，好好看，别累着就行了。我累什么呀？开飞机的才累呢。